话这么臭小子。哥，这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上了床？记得去床啊。知道了。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两个之前认识吗？喂，我哥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还是多考虑一下这个吧。啥呀？饿死了，吃饭了。哥，听说昨天会有水果来了，我吃饱了，我送你去学校。怎么样了？他不说你不能做什么。我之前在画社听到点事情。什么呀？小老师，我喜欢你，找朋友没闹啊。怪特权的美好，哥，好比是你应对方式。在学校里出现的，请问教授，算了，都快现实，不是我这种喜欢的人，是吗？对啊，要怎么办？要不这样，这样能行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上菜了，今天想要看书，现实吧？有我的情况，妈，你羡慕？啥呀？这也太拼了吧。你说靠在我的肩膀，有心电感应，说不清要像是梦境。咱们这样做不太好吧？哇，要不要走红光帮他们走啊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客官，我估计你也没怎么吃吧。后悔回去做好事了，给我机会，小子，何必呢？我记得我老人家，在我心里也是我的小哥。再玩一次好吗？妈，你什么时候加我的微信啊？初中的时候。那要不你也跟我做吗？是我心动了才去信老师。你竟然不自己告诉我，哥哥对不起。